之前嗰几集大家都睇咗唔少导师同参赛者嘅演出啦，今次就有星级形象导师马天佑同十强选手带嚟劲歌热舞。以下嘉宾系根本会同证监会买名牌嘅人，以下提及嘅有性货品平台第一品，如果消费者三个月内无法偿债或违约，消费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。其有性货品嘅价格可以急升，可以急跌，消费者会蒙受消费者嘅全部损失。如果我嘅表现并非未来表现嘅指标，所以消费者应抽取百货公司嘅文件同埋寻求专家意见。咁多个袋，见人哋买你又攞翻个彩，廿个茶煲得个九个盖，食不凉就咁倒落海。你话我越皮就要加金扣 ，Kelly 2.55系边个入手？其实有冇谂我哋嘅感受？我哋真系从来都唔想去深究。停留无前，停晒去边，停晒会癫，停晒点知应该点？容易爱你极容易。最爱是从未看得透，定还是从未买得够？容易爱你极容易，最爱是华丽太虚构，定还是平实太不够？我知你唔买又边有气派，睇你个样就咁就出街，咁就真系太嘥。我话钱本身就系要花，买个手袋好过买股票咋？仲话 B B 你不如笑下啦，咁就乖啦，我本身就两个幅画。停到无钱，停晒去边？停到无钱，停晒去边？搞咩？咁样噶喂，喂，帮我拖手佢唔该。喂，头先都倾到地地嘅，喂，做乜嘢啫？我好跳得噶，其实喂，你叫你拳之龙啊，你龙之拳啫。喂，埋嚟啊！停到无前，停晒去边，停晒会癫，停晒点知应该点？容易爱你极容易，最爱是从未看得透，定还是从未买得够？容易怪你极容易，最怪是华丽太虚构，定还是平实太不够？旧旧无心的正义男士，旧旧无辜的弱女士，个个无知的是无谓故事，去爱与被爱是一种怪事。容易爱你极容易，最爱是从未看得够，定还是从未买得够？容易怪你极容易，最怪是华丽太虚构，定还是平实太不够？容易错对亦容易，最错是存在已足够，定还是存在太不够？